请您保暖好随身看护请注意观音安全谢谢配合相传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曾在灵山宣讲妙法华经体育深度妙趣是多么好从地下露出是虚空之主妙相传侠貌不障唐开启多如来离心释迦牟尼同祖无量菩萨宝华供养欢喜赞叹记载灵山大王诸大群灵之下地涌宝塔再现庄严将演绎出释迦牟尼灵山说法时不可思议